企业永续终身成就奖，获奖的是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，我们欢迎张忠谋张董事长。各位，张忠谋董事长跟台湾共事了30多年，麻烦各位起立，我们起立为张忠谋董事长掌声鼓励。董事长，我们向您致敬，谢谢您为台湾的贡献和贡献。各位 ，standing ovation for TSMC Chairman Mr. Mark Zhang。Thank you, TSMC, for what you've done for Taiwan。怎么看最近那个一立一休这个争议啊？因为最近今天要拍板，然后现在外面又在抗议，那董事长怎么看？什么东西？劳基法修法，他这一次董事长应该有讲到您自己的一个一周工时。那个我不评论了，我自己的一周我是老早就讲的，这个是已经讲了许多年了，在台积电已经讲了许多年了。那个什么一立一休是，对我们是不是对台积电不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也不评论了，所以。